大家好，我是大龙，今天来到了一个好地方啊，还是我们太京镇。前面有一个没有人住的村子啊，我们准备过去看一下。正好路过这里，看到了一个好东西啊，一起来看一看。哇，这些满山遍野都是，来，跟着我的镜头。这里还是野炊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跟过去。哇，这里人认识是啥吗？哇。野生沙棘，就是我们经常有人可能喜欢喝沙棘汁，维 C 之王沙棘汁，看到没有？这正儿八经的野生的，这个东西吃起来特别酸。酸得胖了，酸倒牙。太壮观了。走，现在我们继续出发。这样麻花的开着去。哇，你看前面这些面包盖的好不好？院里头照的是草。总开车了。这不是吓人吗？谁爬的呀？这是你吧？啊，这椅子好。哇，这直接惊晕了。有人吗？没有人。我啥？咋这个大门的哈？你继续开下去。房盖的这么厚的人了。这看来这地方这包子没啥了。你看这草长的。眼睛黑怕。奥迪牌的抗碾门。这是哪个村啊？我们来看一下。盛家山。龙山村盛家山。看这样子，应该是好长时间都没有住人了。我们再往前走一走，看能不能碰到一个人。那地下得建建这房盖的好吧？快一火车啊！在那啥草地的，哦，这野猪，会小明，这野猪你看，野猪挖的洞，小心一点。有人吗？前面发现一个地方，我们去看一下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学校吗？天水市秦州区太京镇东山村民委员会管委会啊。我那是个学校，对不对？杨七七啊。管委会可以聊聊。这人是做哪里去了？后头洗了搞了吗？这应该是学校。我咋地在人落这校区了？啊，你在校区啊？太监在校区。哦，杰多花园哦。
我们到这个三年，这个我叫不给我。这是学校吗？我在学校吗？都是三小学。咋的？咋这么热了？哦，还有个几个人了。我以前的教室，看到没有？这吃的还要修修腿的哦。哦，这咋得劲点了？我看这头毛量嘛，知道我看这两步这么够花，背的呀。吃水还是一个大问题啊。我下去，我一会儿地上都打烂了，给我坏死了。叶子哦。哦。叶子多的很啊。哎，多的很。叶子也棒棒的。叶子啊，叶子啊，叶子一点点都吃着的呀。我们叶子长一点就是在晚上在晾衣服呀。叶下雨吧啥，哇啦啦的翻出在屋后子是一点的屋子，那活的洗澡才没得了。真是呀，这叶山快了嘞。我牛这个那年轻人的活自己就还没得。我们拥抱着就能取暖，我们。依偎着就能生存。哎呀，这个词写的好。哇，这还是你的枕头啊？哦，这比盖房的啊？哦，这比盖房的比我鞋子把枕头老寒。说这盖房的，盖房的是你无聊。哦，盖头去的，换着盖成枕头的是也不对，回去过日子了。这个我们不要盖了。你是狗啊？你是狗？哎，我来，我看路口的老婆都要干。哦，你是老了多？哦。哎，这咋个早里摆着没人了？屋里火谁着？丈夫火了，哎，你的口水我着。嘿嘿，没有一点我。口水还真不愿意，还愿意的。嘿嘿